能注意到，现在台上剩下三个都是男的，那俩女的去干嘛去了？我跟你说，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女嘉宾哦，因为就是太有魅力了，这样，因为我们两位女主持人和她的气质实在是没法比，怎么能这么说呢？她的那种气质呢，是所有观众都很喜欢那种神仙姐姐的气质。哦，因为扮演角色的那个气质，让人真的觉得是高不可攀的。我的好朋友和我的同学们都非常的喜欢她。你自己，你自己。最重要的是我。而且据说之前那个金鹰节的时候，这位神仙姐姐来扮演我们那个金鹰女神，对，让海涛就觉得激动了很久，对不对？太不好意思了。其实那个时候你离她有多远？就是她在台上，我在台下。哇，这应该有100多米啊！但是就可以看到她散发的光芒啊，这样子。这次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对对 对, 对。不过呢，访问她，对，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其实呢，她不光是人美戏好歌甜，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她是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形象大使。今天为大家请来刘亦菲，掌声欢迎，欢迎刘亦菲。菲菲好，你好，你好，啊 ，Hello， 又见面了，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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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海涛，允许你跟亦菲站在一起站一会儿，好了，时间到，可以回去了，真的，我觉得海涛、亦菲特别像，就是个头跟你差不多，但是好像只有你的一半的感觉，对，我觉得亦菲在旁边就像小龙女，但我一站在旁边就变成猪八戒的感觉。你别这么说你自己，虽然是实话。那接下来呢，我们请亦菲呢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大家好，很开心能够在湖南跟大家见面，也很开心今天能够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其实我们在亦菲刚刚出道的时候啊，大本营就请过她，当时我们周围的一众导演就说这个女孩子将来一定是不可小看。果然，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最注意到你的，也是你最吸引我们的，是你的眼睛就特别的干净，特别的明亮。听说最开始很多导演来选择你，也是因为你的眼睛说特别容易给特写，怎么看都怎么美。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对于很多的弱势的小朋友，他们的眼睛可能不是很方便，你有什么想要对他们说的？他们可能是先天的，也可能是后天的，有一些疾病让他们失去了这些原本属于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的这样一个享受到阳光世界的这样一个权利。而且我也知道这种疾病是可以在13岁之前都是可以治愈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义务去帮助那一些可爱的孩子们能够重享原来的阳光，能够跟我们一样享受这么美丽这么好的世界。那么我特别想知道，因为刘亦菲平时呢就是在影视作品中呢给人的感觉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神仙姐姐嘛，对对对对，就是外冷内热。别紧张，你可以的，海涛。别紧张，真的，就是问出你想问的问题。那就是生活中的你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性格，就是我们家海涛想多了解你一些。生活中的你是什么样子的？生活中的我，其实说实话我也挺想了解。就是你是不是也像角色里面那样，比如说像神仙姐姐那样，或者是像在天上飘功夫之王里那样？其实不完全是，其实我一直讲我跟我演那些角色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我演员就是这样，我平时可能会比较慢热一点，一开始会比较安静，但是其实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很活泼的人，希望你可以扮演一些活泼的角色，然后也希望你可以像今天这样，就是能够给这么多的孩子带来那么快乐的感觉。是，也谢谢你来到我们今天晚会的现场。谢谢。大家也看到了，像我们刘亦菲呢，正在朝着国际巨星的这个目标在努力，但是我觉得其实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得到了什么，自己的人生丰富了什么，其实是最重要的。其实有可能如果你是一个心里没有爱的巨星，你只会觉得孤独，但是如果像成龙大哥那样，就是全世界人喜欢他，其实也许不仅仅只是他的电影，也许有更丰富的元素。那包括亦菲，我觉得非常
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在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一点。那将来真的是我们觉得前途不可限量。那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就是其实我们帮助过的一些弱势儿童当中呢，其实有非常多成为了栋梁之才，其中包括有一位呢现在已经是国际名模，大家回头呢可以到网络上去搜寻一下我们说的这个人到底是谁。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欢迎刘亦菲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同时呢也希望这个节目可以给所有的小朋友带来爱和温暖。我们掌声欢迎刘亦菲。有一个梦，有我启动，把汗水融化成满脸笑容，海阔天空，我是阵风，把旗帜飞扬到南北西东，把旗帜飞扬到南北西东。一样有勇，自告奋勇，不约而同，忘了自己，宽了心胸，我是明星，点缀天空。有一个梦，由我启动，把汗水融化成满脸笑容，海阔天空，我是阵风，把旗帜飞扬到南北西东。嘿呀嘿呀，我的心就是个光明火种。有一个梦，等我启动，把汗水融化成满脸笑容，海阔天空，来自内心我的笑容。